哎，这是个啥情况啊？咱歌手迪玛西要开演唱会啦？ No 啊，小虎给你开个玩笑，人家这其实是在为即将上映的电影《超凡战队》宣传造势。您瞅，当天影片主演林露迪携手电影主题曲的演唱者迪玛西一同亮相，与现场粉丝亲密互动。而作为超级英雄，林露迪更是和影迷们分享了电影拍摄幕后的有趣故事。这个片子呢，对我来说，如果你要我回忆的话，每一天我可以记得深深刻刻的每一天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因为在拍这片子的时候，真是每一天我没有，我记不出有一天我不是就是肮脏的，或者受了伤，或者流着血，或者给炸了，或者给掉威亚扔到一个悬崖上面要潜水，真的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冒险。当然，为了宣传啊，现场迪玛西也自曝儿时就是超凡战队的忠实粉丝，作为电影推广曲的演唱者，这次化身超凡第六人，也算是圆了他儿时的超级英雄梦。小时候有些人可能扮演超凡战队，或者有些人扮演成龙这样的。朋友，看，超凡，战队。又全一乐，5月12号，影院走起。北京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